这就是终焉之力，与之相比，我们与地上的草木并无殊异。它不知悲喜，不知疲倦，只为轮回万物重塑文明。它如同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死亡，高悬于文明的头顶，甚至不屑于嗤笑我们。我曾经对另一个挑战者说过：审判宇宙中的任何智慧，都受到存在方式本身的局限。那不是意志能够克服的障碍，而面对圣痕计划，你们需要挑战的，正是这样一种存在方式。 就这，现在是 Kiana 时间，决战的时刻到了。我的问题，看来绿者的决心也不过如此。 再接再厉，人类的绿者，以此烈火，斩无不断。开始，铁骨。 剑，焚尽！ 小看终焉之力，战斗才刚刚开始。怎么办？审判的时刻到了。面对类似的局面，如果是瓦尔特先生，太慢了。